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千。今天呢，我要来举办一个特别活动，就是我100人的暗淡纪念拍卖会。然后我今天可能要介绍快一点哦。好，我们来开始介绍吧。然后因为这张纸呢，我涂改比较多次，所以会有点乱，对不起。那对象我们只限台湾人，日期不限，卖完为止。怎么订购呢？如果你有想要买商品，请在本影片下方留言确认库存。如果我说有就可以下标。然后表格待会再看，我们先看注意事项。一，请不要在 YouTube 透露你的个资，我会在显示更多附上我的 LINE ID。如果你没有 LINE， 请采取Google 加我，然后私人留言并告诉我你的地址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不会透露你的个资，所以也请不要透露我的个资好吗？在 LINE 上面或者 Google 加上面私聊的时候，我会先给你我的地址，请先寄钱给我哦。如果少给钱，我会退回给你；多给的话，我会找钱的，所以请放心。然后我一收到钱就会立刻出货。寄钱的时候，请在钱袋里面再加一张纸，然后说明你要买的东西单价跟共多少钱。订购不管是留言还是纸，你用纸条写，请写代号。这是范例，这是订购的那个表格。就是留言的话，请你写全部完整，就是 YouTube 名括号 TW， 然后这是我 LINE ID， 但你可以不用写。然后这个这边是你要买的东西，就假如我要买 AG、BG， 然后 AG 是多少钱 ，BG 是多少钱？最下面写共几元，但我下面是一只可爱的小黑猫。所以我供给员写旁边，但是当你们要写的时候，供给员请写最下方，谢谢。然后如果你要写在纸条上面的话，就不用写上面 YouTube 的东西。然后满300元就送你一张星光刮刮卡，我等一下跟你讲是什么。这个我卖的这次是偶活大出清的特别活动，那我卖的卡组呢一律都会附赠补充内页一个，然后所有商品都含运，你们看到的价钱都是已经含运的。那我们先看 AG 是草莓的卡组，然后有两张西卡，一张普卡，送一张普卡150元。然后呢，我送的是这张，然后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就暂时先不给看了。然后接下来是 BG 是小葵的卡组，三张普卡，然后送一张视频卡200元。这是小葵的色维的日常服，是普通的。然后我送的是这张卡，这样子总共是200元。刚刚草莓的是150元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先把卡组先看完，所以 CG 先跳过，因为 CG 不是卡组。我们先看 DG 是乙女的特别卡组，一，三张西卡400元，送一张色维西卡，这个。这是西卡。然后这是一套的，然后这样子是300元，再送一张这个 Happy Rainbow 的品牌的西卡。然后呢 ，DG2 是乙女的特别卡组2号，有三张品牌西卡，附赠一张 P 卡，500元。这一套，这一套500元，然后加赠这张
这样子500元。然后我们看一下 C 之一 ，C 之一是蓝的品牌卡夹一个，送一张饰品卡，300元。对不起，感冒还没完全好。然后它的卡夹是这个，但是没有附这张，这张我附在乙女的特别卡组一。我送的是另外的卡，但是还是有附赠一张，然后应该也是稀有的吧。然后呢，虽然我拆封了，可是我完全没有用过这个卡夹哦，请放心使用，这是卡夹。这是我在里面附赠的饰品卡，然后我会放在卡夹里面，以免卡片受损。你们到时候要玩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最后要来介绍一下满300元送的星光刮刮卡是什么？星光刮刮卡就是我自己做的，有四张，第一弹四张，然后呢，它有001002003004，然后它上面是银漆，你就是用钱刮，然后每一张都有奖，然后奖品。跟爱心的大小没有关系哦，所以不是特别爱心大就是大奖。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奖项好了，一奖是限定稀宝一个，零便条纸一张，小卡一张。到时候如果你有满300元的话，也请在那个。纸寄过来钱袋的纸条上面注明说你的那个你想要哪一张卡，就是这个刮刮卡，因为它有01002003004，那你可以指定说你想要哪一个编号的卡。然后呢，我会拍一个小短片，是把它刮开的短片，就是告诉你抽到的是哪一张。因为我如果先把商品寄过去给你，你寄钱给我，把商品寄过去给你，还有这个也寄过去，然后你刮完之后再把这个寄过来，我再把奖品寄回去，这样子太麻烦，会太花钱，也浪费时间，所以我决定就是你告诉我，我帮你刮，刮完之后我连货跟奖品一起寄去给你，这样子比较快。然后这颗呢？这个虽然包装有那个损伤，然后但是宝石是新的，而且这没有拆过。这颗就是这个零一的粉红洋装，然后一个零一的小卡跟便条纸，这是特奖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。一奖是苹果游戏机一个，跟 Prison Stone 的便条纸一组，这只盒子而已，这个里面没有这些东西。这个还有电可以玩，这是夹水果的游戏，然后这个是。这个我就不拆给大家看了，这些是一奖，然后二奖是足球游戏机一台跟 Dealcron 的便条纸一组，一样，这只是盒子里面没有这一只手机。二奖，
这个也还有电，这是踢足球的游戏。然后这是第二窟窿的便条之主，便条小卡。然后安慰奖，安慰奖是史上魔女卡低蛋的，这是第一个安慰奖。如果到时候呢，比较多人买的话，假如说人这样子买，这样一个，或者是他一次买很多，或一次这样买，然后还有人再买更多，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如果刮刮卡不够，我会再另外加开。然后后来加开的刮刮卡的奖品都会是安慰奖，都会是安慰奖，不会再更丰富，就是也不能说不会更丰富啊，我也不会讲，反正这个是第一个的安慰奖。如果再多，如果有人再想要那个刮刮卡的话，如果还不够，我会再加开安慰奖。之后加开都会是安慰奖，然后这个安慰奖是我的签名卡一个跟时尚魔女卡四张。在哪里？哦，在这。是第一弹的，这样子，这个是安慰奖。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先拍到这边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并且告诉我你想要买什么。如果反正。就跟刚才讲的一样，就说如果你有想买的东西，那如果已经先被别人买走了，很抱歉，你就没有办法下标。如果它还没有被买走，你可以下标。然后下标的表格就是像刚才那个样子，就这样子写。烂 ID 不用写，东西代号、单价、共几元，还有你的 YouTube 名跟台湾人。然后，那我们就先这个影片呢，就拍到这里。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商品，就是呢这个草莓这一组，草莓的这一组是150元。150，然后葵的这一组是200元。我看一下哦，对，200元。然后这个卡夹还有赠品卡是300元，乙女的特别卡组加赠一张瑟维西卡，是品牌的400元。最后一个也是乙女的，然后是品牌西卡一套，再加上一个品牌的鞋子皮卡，500元。然后每满300元呢，就可以送一张，就送你一张星光刮刮卡。然后告诉我你想要哪一个号码，然后我帮你刮开，然后到时候呢会告诉你中到什么奖，然后我会把奖品还有那个什么东西，奖品跟货都一起寄去给你，但是在这之前你要先寄钱给我。那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先拍到这个段落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
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然后，那我们这次呢，活动就到这边，拜拜。